谢。我也爱你们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。哎呦，这个舞台呢，这钱都不够你挣的。第二次出现在舞台上，清楚喽。换了一件大褂，是啊，刚才是粉色的，这个是蓝色的，哎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对，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还是我们俩。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没错，样样都得会，都得行，样样都得精通。是是是，拿我来说吧，嗯，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唱，哦，好唱，对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五环之歌一唱，整场就结束了。对，五环之歌就先等一等好吗？就是下班铃。哎，这个节目也不错，也是我们精心安排的啊。太平歌词，别着急。太平歌词听过吗？哎，听过呀。会唱吗？会那么一点点啊。又说大话，你怎么知道？您这什么意思？这叫说大话？很少有人会唱太平歌词，也不一定啊。有这么一段叫做《博蛇传》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听过没有。哎，您唱的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您这文化水平可不高。怎么不高了？什么叫《博蛇传》呢？文人上口吗？哎呦，你还文人呢？哎，您不连初中都没毕业吗？你这老有丧着口这个。滚！那就我。这个白。白蛇传是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。长虫啊，这都是文人的话。白色的长虫啊，在那转，在这，哎呦，白蛇转，一圈一圈的。您说那蛇在这转，那是贪吃蛇。你还用诺基亚呢？谁用诺基亚？我们早就 iPhone 了。我们也 iPhone 了。4S 店出的。对了，是没有文化。您那个手机是烧油的吗？烧什么油啊？那 4S 店出的。4S 店出的 iPhone 吗？ iPhone 店出的 4S。 现在都出到5了，宝贝儿7了，还出到5了。是吗？你是不是进去了？都出到7了都。对呀。 iPad 呢？ iPad 5跟6快出了不都，是不是啊？还有 mini， mini 该4了吧都该。咱俩聊这个干什么？不是说白蛇传的事吗？你聊什么 iPad 呀？跟我这儿，这不你抻的话头吗？白蛇传，你想清楚，白蛇讲究是四个人物。哎哎，这四个。白娘子，白娘子，白娘子，白贞素，啊，白，还有这个白贞素啊，啊，这娘们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您各位听听，听听。身为一名相声演员，站在舞台上张嘴闭嘴娘们儿娘们儿的，好家伙，听得我都激动了。我你也是刚放出来，你别激动了。你白素贞，白素贞，哎，还有他的爷们，爷们呐，爷们叫许仙，许仙姓许名仙，嗯，字三多。哦，许三多呀，这还当过兵是怎么着啊？许什么？许汉文，姓许名仙，字汉文。哎，还有一个小青，小青姓小名青，哎，小青。哎，胡说八道啊，没有姓小的。没有姓小的吗？没有。小沈阳，哎，小人家父姓小婶吗？有的还父姓大老掰子呢。有姓大老掰子的吗？有姓小婶的吗？小青，小青，法海儿，这么几个主要的人物。哎，这个难听哦。法海，法海儿，法海。您是哪人呢？北京的。北京人就得说北京话。北京话，北京话就是法海儿，就这么说。法海儿，哎，马进，街坊二哥，施主啊，耍流氓去哟。法海儿，这等会儿，耍流氓像话？主要是四个人物。是啊，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许仙的爱情故事啊，主线儿。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？嗯，我给您讲解一下故事啊。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，没有日子，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，二楼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，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。许仙抬头一看，哇塞，大美女啊，
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，就上隔壁找那个小青去了。小青，小青开了一个茶馆啊。哎呦，哟，许仙大官人来了。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，非常的凄美。但是他们得到了爱情。您等会儿，您这胡说八道，这叫，您说这不《水浒传》吗？这玩意儿，啊？哎，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。你最近不要吃药好不好？我怕毒死我。你才卖过炊，您别胡说八道行吗？我说的不是，您说那《水浒传》，你后边一说茶馆，我就刁德一要出来呢，我还以为。真行这玩意儿，您别胡说啊，《白蛇传》。白蛇传，哎，最早有这么一本书，叫做《异妖传》。异妖讲究的就是这个白娘子的故事。嗯，有这么一个小牧童啊，牧童前去放牛，牛童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，是啊，奄奄一息，马上就要死了，要嗝儿。小牧童心生怜悯啊，把这个小白蛇弄家去了。怎么吃的？您先薛飞等一会儿。薛飞是谁？你爹。不会聊天，这人不会聊天，你看见吗？谁不会聊天啊？这什么？你甭老撞你的，怎么了？你是动物园出来了？怎么了你？我说这个小白蛇伤治好了，养肥了，再吃啊！你就知道吃，就知道吃啊！废话，你那能干嘛用那玩意儿？放回了峨眉山，放生了，放生了。哎呦，等到一千年以后，千年。小白蛇修炼成仙，蛇仙儿带领着自己的妹妹，妹妹，你恶心死我了！不该这么嫩不嫩？妹妹啊，带领着自己的妹妹，然后下山说你比我稍可爱了，下山来啊！去你的！谁不会聊天？寻找自己的爷们，啊，带着妹妹，恩人。啊，在哪一天呢？啊，对，清明节这一天，过好日子。您再薛微等一会儿。老有这薛微。薛微是谁？啊，你甭来这一套。你们家清明节是好日子呀？不是您琢磨呀，这清明节不是好日子，国家给三天假。国家给假就是好日子吗？给假就是好日子。你给你爸爸上坟去。你给你爸爸上坟去，这不是打比方吗？你们拿你爸爸打比方。我爸不乐意。对了，我爸爸乐意啊。你是捧哏的？没听说过。你挣的就是死爸爸的钱。没有。好，捧哏挣那点钱，把家里都得搭进去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人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人家说什么呀？废话。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那是真的呀。我们在这活着呢，你。咱比如说，你跟你爸爸上坟，你放最炫民族风啊啊！好，爸爸，你听个歌吧。一放《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》，爸爸，国家放假了啊，三天假，谢谢你啊。我谢我爸爸干嘛呀？坟头带裂的。清明节这一天啊，在杭州的西湖边上，哦，游玩踏青。对了，许仙也上那儿去了。许仙是谁呀？谁呀？就是那个小牧童。哦，十世投胎，投胎转世，嗯，变成了许仙。哎呦呦，在清明节这一天，边走边唱，还唱啊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嘿，唱这么一段。别黑了，嘿。胡说八道，那许仙能唱这歌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歌是许仙的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不是阿牛唱的吗？许仙原来是什么？放牛的。对呀、啊，都是有渊源的。您这个故事这么烧脑呢？嗯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山顶上啊，白娘子寻找自己的恩人。哦，哪一个是我的爷们？哎，恩人，哪一个是我的恩人？哎，好像猴似的。
让小青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。那是听出来了，原来我的姐姐在找爷们，找恩人。小青懂法术，那是手掐诀口念咒，霎时间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啊，小雨儿淅沥沥沥就下起来了，呼风唤雨吗？一下雨不要紧，许仙得回家呀。是啊，引出来油壶借伞啊，这有。没成想白娘子和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。我在床上，三个人这算是相识了。那个你看的哪一版你借给我看看。我也开个心，我也我看的是装订版。那怎么还要写是写着在床上等着？谁说床啊？什么耳印？你说的船，吃汪船。吃汪那不还是船吗？船船，对，就是你那个船就是没有腿儿了。也不是有没有游湖借伞。你看有那么首歌吗？有什么歌？西湖美景三月天嘞。三个人认识了。您这都是看书看来的吗？是是，三个人回家结婚生孩子。哎，过去过去过去，这仨臭流氓，这玩意儿仨人结婚生孩子像话啊？白娘子哎和许仙结婚生孩子，没小青。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。没错，其实不然。怎么呢？当中有人破坏。谁呀？金山寺老发孩。耍流氓那个。哎呀，这个臭不要脸，我跟您说呀，人招你了。为什么破坏人家？为什么呀？过去的人都迷信。家里有人有病了有灾了不去瞧病，那是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，求神去。老法海指着这个捞外快，要香火钱。自打白娘子去了以后，开了一个药铺叫保安堂。对，乡亲们是奔走相告。怎么呢？这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牛皮癣，都不要钱。那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白癜风，那都是皮肤病。有人说白娘子治好了我脸上的脚气，这个遗传是十传百，再也没有人不要传了。您等会儿吧，治好他脸上的脚气。对，那玩意儿我得脸上的吗？怎么了？这脚气得脸上？他让人家踢了一脚。踢了一脚，隔着鞋呢，传不上。澡堂子里踢的。哦，这个钱勇来的可能是啊，给他抹了一脸达克宁。哎呀，好了。大哥宁也是白娘子的，乡亲们是奔走相告。是是是，再也没有人去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了，没人去了。老法海指这个老外快呀。是啊，这掐着一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掐着一算，没有人来了。是啊，哎，许仙来了。怎么许仙送上门了？还愿来了。还什么愿呢？以前的生活特别的凄苦。哦，最近的生活怎么突然间好起来了呢？有媳妇又有一个小青丫鬟。对，去还愿去了。哦，让老法海给拦住了。法海，哦，这是和尚都这样，双手合十嘛。这位施主，且慢行。是。怎么了？你看，有功名在身的人呢。据我所知，你娘们儿是个长虫。这都是和尚的话呀。许仙听急了。那还不急了？不是你这怎么说话？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娘们儿才长虫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一文人跟一和尚啊。施主。我没有娘。哎，对，他是个和尚。但是你娘们儿真的是个长的。就别说了，长的就行了。他在缠绕你。哎呀，他在缠绕我啊！我愿意。你死不死你？他在吸你的阳气。哎呀，我愿意。哎，对，好家伙，他真的是个长虫。怎么呢？他是个妖精。哎呦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，施主，哎呦，我这儿有一瓶雄黄酒，对对对对，回家让他喝喽啊，他就会炫原形。炫原形，白娘子都谢了。许仙是半信半疑。是啊，而这酒不要钱啊，得了，拿家去吧。不要钱就拿家去。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，误饮雄黄，白娘子误饮了雄黄酒，是是是，变成了一条。唰就变形了，大长虫，啊，胶卷反了，当时把许仙给吓死了。
是许仙一笑，哇塞，还真大，嗯、死了。好家伙，没见过这么大个儿。引出来仙山稻草，盗取灵芝仙草，把灵芝草倒回来，把自己的爷们弄活了。是是是，许仙醒了以后，哎呀哎呀，我得唱两句。你等会儿吧，刚活了就唱两句还得？唱两句。哦，唱什么呀？哎呀，哭了，许仙哭了，哭了还得。让我掉下眼泪的，不知。昨夜的酒，哦，清酒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，啊，不知你的温柔。哦，这是给白娘子写的。一路还要走多久？你牵着我的手，哦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没想到啊，这歌应该叫白蛇呀、啊、挣扎的自由。哦，许仙就走了，干嘛去呢？二一次来到金山寺，又上庙里找到老法海。啊，老法海给拦住了。又拦了。哎呦，又来了。嗯，施主来啦。这和尚老是耍流氓这劲儿。来啦来了。嗯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嗯，是长虫吗？别问了。是，承认了。长吗？管着管着，人家媳妇儿，你问这干嘛？长。哎，这这这，没羞没臊。白吗？流氓。行，白。行了，别回答了。行了，别走了。嗯，在我这儿待着吧。留到庙里，留到庙里了。是，许仙就没走。哎呦，一天没走没关系，两天没走也没关系。啊、嗯，到了第三天，想念自己的夫人。三天想媳妇儿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呢。怎么办？啊，烧香祷告啊，在庙里。前面有一尊大佛，是许仙往这一跪啊，唱上了，又唱了。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许仙呀，能快出专辑了，估计这点歌够了啊。这儿求佛呢。是。再说白娘子那儿，是这怎么回事啊？学没学吗？啊啊！我爷们去哪儿了？又想想吧。不行，我得掐尾算一算。我得掐尾。哎呦，这个娘们儿心怎么这么宽呢？啊？怎么了？自己老公都没三天了，你有法术，你算的还得吃完饭算。谁说吃完饭了？你说的吧，掐尾，上海话，对不对？掐尾就去吃饭，吃完饭。我一北京人，我说什么上海？你哪儿北京人呢你？我是石家庄人，我说什么石家庄的？你还往那边走呢，知道吗？我一河南人，我说什么就上海话呀？你说的吗？掐尾，掐尾，掐尾巴，就那根棍儿。对呀、啊，那有什么可算的呀？不行，我得掐尾算一算。哦，把这尾巴拿过来，发报呢。看出来了。哦，这怎么着？串脚气似的。小青儿、嗯，这是你的吗？这是。有有有有有。小青还疼晕过去了，截肢了快。哎，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。原来呀、啊，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。哦，小青儿，怎么着？跟姐姐打架去。哎呦，救人去。带着小青来到金山寺，找到老法海，叫阵，要跟他攀谈几句。哦，聊一聊。老法海，嗯，老法海，是，你我。近日无冤，往日无仇。是是是，你为何夺我的爷们？人家是还我的爷们。人家是囚禁，我不要做寡妇长虫。听着跟双保险似的。法海一听不愿意了。啊，你看老是不是老端着？哎，这位女施主是修德无礼。哎呀，此乃佛门禁地，好，岂是你撒泼的地方？没错，出去，对，出去，好，我上哪儿去？我上哪儿去？今天我要干死你！
他这个蛇这个文化水平很高啊。什么、啊、你要干死我这老和尚这么开心吗？来呀呀，搁着等外卖呢，在这发海和白娘子、这就打起来了。哎呦，坏了，是打着打着坏了。怎么呢？白娘子打不过人家啊，没人厉害。不是，怎么呢？身怀有孕，怀孕了，怀着许仙的孩子呢。哎呦，这不行啊！是，赶紧喊小青啊！啊，有小青呢。小青，别玩了，嘿，别玩了，替姐姐定会儿。打架，打死他！哦，小青说了，姐姐找你的。哎呦呵，我跟他拼了，真仗义。白娘子走了。是，其实呢，干嘛？搬救兵去了。什么救兵啊？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。哎呦，引出来水漫金山寺。这书里有。水漫金山寺不要紧。白娘子生了孩子了。生了，在水里生的孩子。没错，这叫什么？什么？水产。白娘子下俩河旁去啊。水中分娩。哎，水中生产，生出一个男婴来。男孩。恰巧这个男婴啊，让许仙看见了。看见了。看见这个男婴，坏了啊！我错怪我的娘子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他真的是个人呐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他是个长虫的话啊，他应该下个蛋来。你说这人需要有知识啊，这人。娘子，我错怪你了。啊、是，带领着自己的娘子啊，还有这个小孩啊，这小孩叫樊世林，下山来。樊世林呐、啊，啊，这孩子一钻一出溜的孩子。许世林，下山来。哎，您等引出来，断桥相会。哎，岳老师，断桥相会，亲爱的朋友们。岳老师，咱们得唱几句。岳老师，大腕儿，大腕儿。哎，你呢？我问问你啊。就是许仙啊，许世林、白娘子仨人下山了。对，小青呢？小青跟范海结婚了。断桥相会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您这不胡说八道？谁胡说八道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有根据啊！你说说。范海跟小青结婚了啊，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海清。哎，咱们这个人是不是都这么得罪的？断桥相会，咱得唱几句。哦，白娘子啊，心里郁闷，是心里很苦闷，憋屈，自己一心一意的爱着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不相信自己，是是是，他把自己心里的苦都给唱出来了。哎呦，什么京韵大鼓、铁片大鼓，嗯，都唱过这一段，都有断桥相会。要说我认为能够表达白娘子内心的，河南豫剧，在河南人，朋友们，我身为一名河南人，我。捧河南戏，这很正常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常香玉大师唱这个唱得特别好。好、台底下3000多观众全都给唱哭了。对，全都。真的，当时几年前，十来年前吧，我还小，那会儿我在剧场听这一段，哎呀，听得我真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。哎，岳老师，冷静会儿行吗？怎么了又？您说这个《断桥相会》这出戏，豫剧大师常香玉，在河南哪儿？一个大剧院。大剧院。我正要问你地址呢，你说。哦，在一个河南的一个大剧院唱这个《断桥相会》这出戏。台底下3000观众。全都唱哭了。全都唱哭了。这个台上的声音和台下的声音差不多。你等，都很大。胡说八道！门子。指我干什么？胡说八道，满嘴放炮。谁胡说八道？你，我告诉你，3000观众听戏都听哭了。呸！你疯了？废话，我能信这个吗？3000观众听戏替古人担忧。你说看电影哭，那没3000人都哭了的，顶多一两百人。你听个戏有30人哭，我还信？3000观众都哭了，胡说八道。我坐的靠后一些，当时我没有钱，我买的票靠后，跟在座的各位差不多。我买的票靠后一些，在我眼前有很多人，他们几乎都在哭。不是的，唱得好啊！唱得好也不能哭啊，替古人担忧，听戏听哭了。
朋友们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家上网搜一下“断桥相会长相遇”。如果你没有听哭，你找我来，我退你票。哎，真的。哎哎，如果你搜不到没有关系，你插网线。废话，天搜啊，连 WiFi， 反正能够搜。长相遇，回家搜长相遇。我告诉你，甭回家搜。长相遇在这唱，我都不哭。长相遇要是在这唱，我就哭了。你哭什么呀？死好几年了。唱完了啊，完了啊！您这口说无凭了啊，没人信，不哭啊，没有人哭。我唱一回。谁？你唱以后更不哭了，切！你哪会这个？闹！拿这个，好吧，擦眼泪。擦眼泪啊？嗯，没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准备好您的纸巾或者手绢。谁？擦眼泪啊，大爷。该您表现的时候来了啊！有，大爷一直不怎么笑啊。有哭过人家哭的，哭总可以吧？对不对？旁边的大妈是您爱人吗？哦，那还好，大妈年轻多了。那么贫呢？不是，你两口子很般配，怎么？用你说呀？还托付人家，您得哭，凭什么呀？哭一下啊！就哭，就哭，配合一下。听相声乐来的，凭什么哭？我轻易不来啊！哎，你来以后我们就哭，干嘛呢？改清明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个蚊子，有个蚊子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尸体，你给我瞧瞧。没了，叫了。哎，别动！怎么了？有一苍蝇。什么呀？没了吧？就是没了。这么大一味儿，站台上猫洗脸儿。你要不要脸啊你？要它干什么？来，好着吧。你瞧我这灰吃的，你不哭没人哭。你等会儿。可能是个痦子，哭了啊，各位，啊，配合一下啊，不哭，凭什么哭？打嘴不哭，真是。哎，你是不是干过白活啊？你说哭就哭着了，怎么？我跟您这么说啊，我们不哭无所谓，你哭可不算。我哭当然不算了。来，咱说清楚了啊。你哭不算，我们也不哭。这样吧，啊，观众哭不哭无所谓啊。是。今天我把你唱哭，我就不哭。你就得哭，我就不哭。你必须哭，我就不哭。观众没有观众买票，你没有买票。而且你在台上听相声半天了，我今天我就得让你哭。您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听相声半天了？我要听也不听你的呀。你就是离逗哏最近的观众。你给我玩去你。甭来这套啊！不哭，肯定哭，我就不哭。躲开，那边去。退去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上面有我名字吗？薛薇是谁？我知道，你爹。你看，有知道的，占我便宜，你还占我便宜？你不哭可以，但是不许乐，好吗？不是我乐也不行，就不行。哎，那我也不哭啊，绝不哭啊，哭啊！大姐，别接电话了。大姐报警了，把电话给我。怎么可能哭呢？你这不闹吗？就您唱的玩意儿，录像呢？是不是录像呢？取证呢？
帅吗？听信那法海禽兽，禽兽啊，光听禽兽着呢。法海禽兽，哦，哎呀，必为其英雄华。瞧瞧前列腺丢不掉咱的恩爱情，哦，心脏不好啊，一日三秋你怎么乐了？啊！到你里去，我蓬莱山走。这谁能哭出来？眼抽，他妈想抽你吧你！眼看看战不过我，白刀山口，杀我油条！富贵了，难欺心。从业经验，来个油饼来。战无哎呦，就这么出其不意，你知道吗？把咱恩爱情说明前后，他做灵芝草。高压锅放气儿了是怎么着？只是老兵，你不念咱情深意厚。我一把来，醉一团。
这世界很酷。